后面这一句，一切皆成佛啊，这一句念老注解里头，此指一句，奇哉奇哉，粉碎虚空啊！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。四十八愿为什么？就为这个。这一句还了得吗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真想去，你就去得了。一生佛号都没念，最后念一生就行。你看看，念一生佛号，佛就来接引你。啊，为什么？信愿你具足了，你有真心切愿啊，平常没念佛，念一声就走了，一念十念必定往生了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成佛啊，无论你是哪一个等级的同居土的成佛啊，方便土、十报土，无论哪个土，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，去的个个都成佛了。那所以这一句是四十八愿的本体。四十八愿是从一切皆成佛流出来的。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贤词一句。啊，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。往生论里头为三种庄严：佛陀庄严十七种，佛庄严八种，菩萨庄严四种。往生论上讲的入一法具啊，这一法具呢叫清净具啊，清净具是什么意思呢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那么清净具有两种印制啊，哪两种？一者气世间清净，二者众生世间清净，两种。那么这个地方一切皆成佛，即显此二种清净也。一切包括有情无情，统统包括了啊，没有说有情一切皆成佛啊，没有说有情，那这个一切有情无情全包括啊，也就是说有情世间气世间通通包括。下面引证本经全持功德品，这是讲医报。七宝池里面的水，其水
夜夜随众生意。啊，你想深它就深一点，你想浅它就浅一点，你想热它温度就高一点，你想凉温度就低一点，随人的意思。啊，两个人同时沐浴，两个人要的不一样，两个人感受不相同，啊，水还是那个水。啊，他想40度，我想20度，个人感受的就是自己的感受，随众生意也，妙极了。啊，而且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啊，水流，流水有些音声。啊，音声无量微妙。啊，你看下面举例子，或闻佛法僧声，或闻波罗蜜声，甘露灌顶受味声。啊，无量的声音，你想听什么就听到什么。这叫成佛，成佛才有什么自在，不成佛没什么自在，啊，有障碍呀。成佛所有障碍都没有了。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其心清净。啊，这音声没染污啊。我们这个地方眼看到的，耳听到的，喜欢听的，那个喜欢就染污了。啊，不喜欢听的了，不喜欢也染污了。你总是被染污啊。啊，从染污起分别之处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虽然有种种身，没有染污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。啊，帮你长智慧，长善根，不长烦恼啊。不起心不动念呢、啊？我们这里起心动念呢、啊，他那里不会起心动念，啊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个就太好了。随其所闻，与法相应，与他自己所修的法相应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的，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？念佛的声音。啊，讲经的声音，诵经的声音，一定想听到这些。啊，与我们所修的相应。这七愿闻者呢，这都闻之。啊，愿意听的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是自然的。哎，你听到这个声音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。只长善根，长智慧，你就会听到。啊，你不想听的，了无所闻。你听不到声音的。啊，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梵语，大家都知道。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是妙觉如来他所证得的，在等觉之上啊。啊，等觉还没有证得了，这是最高的果位了。
再看注解，水无情的器物，器物我们现在讲物质环境啊，它属于物质环境，说何以能有如是无量妙用，应机随意，欲闻则闻。他为什么会有啊？有这么多的妙用，妙用真的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。为什么？他的体是发现的，发现无量啊！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有情的体是发现，无情的体也是发现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就说得好啊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这个万法里头有有情的，有无情的。啊，有心理现象的，有物质现象的，有自然现象的，通通具足啊！又具如是不思议殊胜功德，能令闻者永不退转。啊，这个是具足法性里头圆满功德。啊，现在我们明了了，不但水有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水也有啊，我们身上每个细胞都有啊，细胞很大了啊，说最小的我们身上的微中子，佛经上说的极微色，通通都具有具足不可思议殊胜功德。为什么？它是发现。六祖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自信啊！自信是能生，万法是所生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自信有多少的功德，业力微尘啊，一个微中子圆满具足，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障碍，不能证得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